请县长及各单位一级主管进入会场就座。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三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复位，请坐下。主席致辞。林馆长，吴副馆长。罗秘书长，各位局长、处长，本会林副局长，各位议员同仁，咱陈秘书长，各位工作同仁，各位记者、先进，县政府总联络人，各位联络人，大家早安，大家好。第十八届第三次的典礼大会，多谢大家会当来参加，而且感觉大家真欢喜，真久无看到啊，真久无开会啊。好，咱除了对各位半届来参加，对大家伫服务真无闲，会当踊跃来出席，甲咱县政府的团队。拢来议会表示感谢，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啊，嘛提一寡意见吼，甲咱管务团队也好，咱同仁也好，共同来讨论，也是共同来勉励啦吼。特别是林馆长第二届任期啦吼，第六年就开始，自1904年开始，当然我嘛有淡薄仔。已经无选举压力啊，所以会使讲雷厉风行啊，伫改革啊，特别是伫税负这方面啦，吼，就李丽丽的表现最好诶。迄个咱伫旧年伫农社诶罕见，到民事边缘地区诶会主，等于是这个民事停止申请啊，加。农社地价税、农地地价税、农社地价税，全面开征，加房屋税，
特别是农社的房屋税加成征收，在在啊，拢对这个农地管理这个区块吼，会使讲特别的这个哎改革也好，处理也好，当然徛伫说服公平的这个立场啊，迄个精神，其实本会嘛拢相当支持啦吼，就是讲支持管路的这个改革也是做法啦。但是吼，有一个问题，特别我较特别的，我来甲各位来做一个说明，也是报告啦吼。比如讲民宿的问题啊，民宿吼，但是即马经济歹，伊生意歹，啊你即马地价，你开个计划法，一来一个发，过来地价税哦开始来开征，所以拄仔讲的房屋税加成，而且伊阁是用营业用来加成，或者即卖命两倍半吧。或是实在是屋漏偏逢连日雨，也是讲雪上加霜，对伊的冲击，袂输讲要甲杀人灭顶同款啊！真正是吼、哦、苦不堪言啊！所以这方面吼、哦，咱真正是特别吼、哦，我个人啊，三星双区、宜山双区，哎呀，是东山五个这特别吼、哦，我这议员是啊，带着钢盔的。好、哦，伫支持县政府，伫改革啦。讲实话，我实在足困难的啦，吼、哦，足艰苦的啦。啊，就是改革咯，当然是遮尔坎坷啦，吼、哦。啊，咱也无会讲。但是另外一个面向，咱来看吼，平常咧讲啦，吼、哦，即做一个检讨啦，对唔对？无一定啦。比如讲，你本来也表示真清楚的即个做法甲决议啊，就是讲，比如讲，即个森林公园的，什么绿洲？生态绿洲啦！啊，费时二十年，开十几个，啊，拢完成啊！我今年无收费，啊，无收费你也去无收费。啊，叫你后尾要补助人900万去做生态教育，生态教育有那么难吗？啊，相对的，你都要对农民呢是安尼做法，啊，这对这种吼、哦，你是讲是企业也好，是文教基金会也好。显得是那么的慷慨啊，那么的大手笔。哦，过来，清代代志，啊，当然清代代志，不是你林馆长，不是你林馆长挥战之罪啦，吼、哦，不是你的迄落啊，做这其来有志啦。后安呢，啊，查某囝从家乡退倒转来，啊，聘金无退倒转来就真害啊，国富何人？全世界有这款的。这嘛是啊，真难得啊！相对的，你也要比较农民迄个部分啊，这一个真正是那么的扛老百姓的开，那么的大手笔，哎呀！啊，过来啊，比如讲，第180年度咱通过这 U-Bike， 宜兰市甲罗东镇两乡镇六年计划要开建地费6000万，啊，维护费要6000万。刷了半点钟免费，啊，佫强收，啊，佫来负担，共同负担一半，要开1.2亿啦，1.2亿，嘛要吼，咱伫送个卡拉车捷安特吼，一台2000块，通啊买60000台啦，爱人拢一人送伊一台啦吼，啊，看到要互去停安尼啦，啊，迄卡拉车都比过椅子轻还多啦，啊，无人爱啊啦，讲实在啦，你啊看，相对安尼用安尼滴用钱吼。啊，比较拄只我讲头前讲迄个农民啊呢，相对实在是天壤之别啦。咱讲起来，所以我特别要你遮呼吁啦。啊，就这个机会，我拄好同我讲拄好，就是讲你改革无要紧，你税负公平，我们支持，我们都带着钢盔在支持。你痛苦，啊，但是吼、哦，你嘛爱去了解讲哦，人民的感受啦。你是一个真好的公务员。啊，无上面来做啊！你著改革路较坎坷，啊，工过遐济，特别迄副局长时候，你真正有影就安尼四界安尼奔波啊，是啊，真正真困难啊，讲实在。但是你做法上吼、哦，作为领导者的馆长、副馆长、秘书长，你拢有责任吼、哦，爱去了解、爱共同来探讨、爱做一个吼、哦，老百姓较会接受的啦。妈，话吹就吹，安尼向改革安尼，敢若无人性安尼啦。
吼、哦，这吼啊，就拜托啦吼、哦。另外一方面，另外拄我讲的面向，吼、哦，就生态力做也好，九百万搁互人，吼、哦、是啊。啊，清华大学啊，饲威亚啊，饲个人个人有迄有必要安尼吗？会当安尼吗？系啊，一百个迄有需要吗？时代更加遮啦，免阁学，逐项学啦，学也无一定有效啦。所以这方面，咱财政伊人管财政，遮困难的东西啊，你要开钱的人，你嘛要三思，你嘛要较慎重诶。卖讲对小的，特别除了是有钱的农民的迄个别种以外啦，一般啊农民实在是较弱势啦，吼、哦。啊，尤其民宿遐，真凄惨啦。啊！但是你莫安尼，敢洪水猛兽安尼啦。啊，特别对于较大遐，咱就遐尼大手笔，吼、哦，遐尼慷慨，好不好？嘿啊，即款的吼，我感觉是一个恁财主吼，恁就爱咱较慎重的，莫安尼嘿。同款的，咱的居民，咱的百姓，啊，用遐尼无同款的做法来伫面对啦，吼、哦。这个我特别，我讲啊对啊唔对吼？可是公平啊，大家来探讨啦，大家来讨论啦吼。不一定我讲会对啦吼、啊，大家当然啦、啊，通过咱共同也使来讨论的啦吼。好、啊，这个大概是安尼，我甲各位报告个只。另外一方面哦、啊，我实在安尼讲，而且我们愧对我们同仁啦、啊，讲实在啦。去年1904年度，新竹1905年度预算的是。农副馆长带班来，吼、哦、来你协商，吼、哦、来你即个说明即个预算的编制。啊，咱嘛知影讲哦，即马社会风俗都，吼、哦、那么进香咯，那么老人会咯，那么妈妈节咯。啊，人即马咧团体人咧办活动了，厉害冇？哦，某卖掉，某主席啊5000啦，啊某代表3000啦。啊，某议员哦，1000啊，但迄议员咧1000是阮家己出的，啊，人迄代表的主席甲代表迄人迄公所出的，人迄乡长，人因迄乡长出的，啊，你看做议员看偌衰潲，安尼也无要紧啦，安尼也无要紧，啊，旧年你讲我做啊，都预备金哦，用较济，拢用咧经商文哦，人啊，顶人迄个签约是干，迄、那个即、這个纠正，哦好，啊，你讲骗咧各局处。啊，个就结果，我咱来讲有影，真欢喜哦，好啊，大家欢喜，个姚晶欢喜个。结果今年就讲出，讲我要来建议就讲，啊，无啊啦，无啊，系啊，无啊。啊，我最近个了解，结果是啊，结果讲迄个议会讲建议袂使啦，啊，咱局处长拢用了啊，啊，社会再无公平。啊！实我真正，我说再一度，我愧对各位同仁啦。我就无法度，就安尼啊，系啊。啊，以上啊，无就是讲检讨也好啦，发牢骚也好啦。拜托报告副馆长啦，这个代志拢你来瞧的啦。你吼、哦，这几天内底哦，我拜托你啦，你爱做一个啊，吼、哦，做一个交代啦。我该啷安尼爱安那处理吼、哦，然后吼，讲会生存的啦。讲实在，无我是要跟阮这同仁来做会来交代，我真的愧对各位啦。好，多谢各位啦哈。啊，祝大家希望这边的大会会当顺利成功啦哈。好，多谢。好。来，来宾致辞。来，请林馆长。大会主席陈局长、林副局长、各位议员女士、议员先生，咱在座各位工作同伴、各位媒体朋友，伫咱即届进入即个第三次的定期会，相信伫任期甲当，咱贵会虽然有多数新进的议员。但是咱运作甲现主席有一寡过程，虽然有真侪意见啊，可能大家无同款，但是咱总体来看，咱要是为着国民的权益，
促进啊，甲环境发展、长远的永续发展啊，来做啊这种的方向的进行。虽然这个过程内底啊，总是嘴卖去报道机，但是啊，咱拢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运作的一个过程。我也希望讲，现在是咱看这个台湾所处的这个环境，不管是台湾本身，也是周边，也是世界，不管经济面，甲整个的国际特殊啊，其实问题非常的多。在这个困境之下，咱其实咱拢爱来注意一个状况。像咱刚才局长所讲，咱资源真有限。即马伫现代社会，大家因为资讯的流通，咱已经无法度像过去传统的模式啊，来做这种的公共服务的思维。所以伫这个进一步，咱免来落实这个社会要应用，要求咱来进行更加进步的这个思维。我想宜兰县政府甲宜兰县议会，自过去到现在，咱累积的基础已经是予大家啊拢有肯定。所以我相信民主的过程不只是大家会吵吵闹闹，有真济意见多元这种的交集，甚至有真济无同款意见的这种的汇集，但最后拢爱是回转啊一个轨道啦。啊，咱会当对到宜兰县民上好，宜兰县整体未来上好的方向来前进。咱伫做的，我相信各位议员的积极，也是小弟甲阮县政府行政同仁的积极，拢是同款。咱领人民的税金嘛，拢爱替咱人民来负责。虽然职务上有小寡无同款，像拄啊局长所建言的部分伫执行面，行政部门啊，伫执行的内容往往伊必须爱依法行政，较无什么弹性。就各位伫民间来看，有当时啊要解决民众的权益，会要求行政单位爱较有这个行政裁量权。这就是咱往往会拄到的这个问题，嘛是民主社会这个制度建立的一个上好的这个机制。嘛希望咱这次机会会当继续促进。为着民众的权益甲整体啊，我嘛希望咱所谓局处的主管甲行政同仁会当来虚心受教。第二滴，咱这个过程内底有一挂人事异动的部分，可能大多数的议员拢已经知影，我伫遮嘛是局处的部分有叮当的，我嘛是伫遮爱个特别来做一个特别的佮介绍一届吼。咱农业处长已经第二月初由这个陈德新处长来担任，计划处由李东如处长来担任，另外工商旅游处陈长伟处长来担任，劳工处由劳富裕处长来担任，另外咱的建设处有林国民处长来担任，其他相信人事处已经各位一份咱相关一级主管啊甲相关幕僚的名单。第三，要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咱伫宜兰县整体的经营，像一个森林公园，经过要20冬，咱经过4任的县长，大家对着同款的方向，虽然伫当当时可能无同款的声音，但是对个代志若坚持，到尾也就会当开花结果。所以嘛，真感谢陈局长、甲林副局长、甲各位议员分别。伫开幕也是伫这个期间啊，拢有到场来甲行政单位做一个鞭策甲指导所以咱伫目前都会进入这个安那会当甲迄个场所做一个上好的营运结合，溪南也是东山地区作为咱上好的观光的起点。第二是咱整体的服务小弟进入第二个任期，各位拢知影。咱整个的这个施政计划咱要来争取这个中央的资源来甲，把咱的建设会当持续来进步。咱即马新政府甲旧政府还要在进行交接期间，虽然这个过程有一寡新的内阁组成，有一寡法案引起社会波动，但是宜兰县政府的整体施政，咱的目标
咱的这种的规划方向啊意向，咱拢是坚持永续，所以大家免惊遐讲啊会受到什么款的波动。所以当新的政府正式交接完毕啊，咱会提着咱的相关的计划啊，一步一步来达成小弟的政见，啊，甲咱宜兰全民的一个愿望，这是我应该爱来拍拼的方向。所以这次机会对地方所有应心应见，嘛希望咱贵会会当用宏观、勇敢的，会当用咱国卡啊，这个对着啊，咱互相的这个切近，会当对地方有利的方向啊，同齐来啊做一个拍拼。啊，而且真感谢贵会啊，会当啊，伫这个啊过程内底，不管是私底下还是真济临时会顶头啊，伫县政府的行政顶头的切近啊，啊，拢会当带互县政团队的一个进步。所以啊，有一寡行政的指标啊，虽然啊，咱拢无特别做啊真大的宣传啊，但是咱因为啊有几个部门啊真拍拼啊，分别拢摕到啊有关的特优也是第一名，拢分配到较好的这个资源，包括咱伫去年度整体的这种啊医生的执行率的这个表现啊，咱嘛得到中央统筹分配款啊特别的这个金额等等。所以咱伫财政的健全部分啊，咱会落逐步按来落实。啊，最后相信伫单位质询也是总质询啊，小弟也分别来回应。啊，关于他拄啊，陈局长所指教，咱对啊，为着要呼应着咱这个社会公平，伫税收也是相关管理措施顶头的改变啊，基本上咱绝对毋是县政府欠钱特别去增加税收的这个手段，是为着落实公平的管理。所以有关的这个政策的内容甲执行的内容，如果有需要行政单位阁进一步来促进，我想这都是咱利用新型的新电灯啊，来互相来探讨的事务，甲行政单位所拟定的这个计划当中有甚物落差，咱拢会当来做一个啊较啊这个啊真清楚的一个平台甲对话，这是咱这次机会小弟希望来看到的。啊，伫遮来祝福贵会即届定期大会圆满成功，啊，大家健康平安，感谢，谢谢。李晨，好好，多谢馆长，多谢馆务团队哈。好，咱歇睏一下，再来进行继续的这个议程了哈。好消息。
好，谢谢哈、哦。那个同仁就坐，我们继续开会哈、哦。好，请艺术组来报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现在由程序委员会来报告议事日程的编排情形。那请示那个议员请就坐了哈、哦。好了。程序委员会是在4月15号审定的议事日程表，那现在的排定情形大概是这样哈、哦：5月4号的上午，就是今天开幕典礼以及预备会议，然后是第一次会议的程序委员会报告议案的审定结果，还有备查案的报告。那下午是县长施政总报告。5月5号到5月6号两天是讨论议案。5月9号到5月23号。是各单位的业务报告和执行。5月24号到5月27号，4天是县长施政总执行。5月30号是法规委员会审查法规案。5月31号上午到6月1号的中午，大概有1天半的时间是法规案的二三读会。那6月1号到6月2号是讨论议案。6月2号的下午是讨论议案临时动议，还有闭幕典礼。那详细议程的排定情形，敬请各位议员参内放置于各位议员席上的议事日程表。以上报告，谢谢。好，请问大会议事日程就照这样来进行了哈。好，来黄议员。那个议长哦，各位同仁哦，拄只议长哦，你今仔日的开幕典礼，你讲了100分啦。但是所讲的遐问题，要安那来处理？你有什么方向、什么看法无？也是我认定你所讲遐问题，一定要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对无？管六度啊，你讲的吼，伊伫讲的拢免带责任啦。铁路的时阵尔，即马的时阵啊，铁路直线无去啊。伊嘛告做，咱国情无改变，啊无改变，够发达哦。这拢需要提出来做参考啦。哦，啊包括这个农民受损害这税金种种的事啦。伊讲要听咱的，看咱即届开会，看有啥物意见无？我希望讲哦，爱提出专案报告啦。哦，有真侪问题来讲起哦，局长，你哦所摆这，咱时间要改者。哦，这个专案报告这同重要，对不？啊，是安怎样啊？基层建设的钱卖无去，啊，但是少的啥？院长你足闹亏，你知不？对不？阮较早阮来嘛对过几个局长呢，对不？慢慢对过这款局长呢，安尼成什么体统？需要你今仔日所讲的这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爱有什么问题，爱提出来探讨，爱来专案报告，对不？税单大家拢收到啊咧，即卖呐，咱只要搁咧交备货车哦。哎，安呐，你这真早就伫讲啊咧，啊，结果咧，税单大家拢收到啊啦。啊，即卖有什么方案通啊来改变无？啊，就是希望讲啊，提专案报告，啊来安那来处理啦。以上。OK 啦，好。我讲一下吼，就是我拄啊讲的，就生态绿洲咱都啊做决定啊，渔船咱都啊抬掉啊，二代迄咱嘛唔肯，渔船咱嘛抬掉的啊，哦，所以迄个问题无大啦。即摆就是讲做房屋税、地价税、房屋税加成这个问题来摆一个专案讨论啦，哦安尼啦，吼、哦，这个部分安尼啦，啊我再来摆落啦。我哎，局长啊，你顶日啊，咱去年的开议会时啊。你敢讲，咱这条来抬，咱这条来抬，我嘛同意你。结果你伫内底，无人拢通过啊！啊，你讲讲的唔是白字嘞，对无？啊，你安尼做啥？迄是你个，你个带头嘞。关机会所有大家拢会听你的啊！啊，你家己要使偏向管政府去哪发度？你偏向关机会唔才对，你偏向管政府去啊！你即摆啊啦，关机会是啊，算一局处的款了。对不？你规尾呢？你我这是来无意见，有意见，无意见，跩总统过空腔安尼啊？啊，有你发不？要若要甲伊这样，都话讲，大家兄弟都冤家啊！啊，你安尼对唔对？你要对议会，
做一个交代才会使啦。好，就安尼啦吼，迄、那个专案讨论啦吼。好来，吴议员。好，啊，主席啊，刚才那个程序，我们委员会有报告这进度表啦吼，本席有意见啦，针对啊，咱技术要进来，我希望讲对专案报告应该要优先来做处理啦吼。我想讲打了很久啊，有真侪重要代志需要管政府来做专案报告啦吼。刚才黄玉菊议员也讲到啊，专案报告这一项，所以本席就是要求啊，在这里也要提案，要做专案报告的部分哦，就是讲变更大家都市计划、健康休闲专业啊、休闲专用区。休闲别墅区的湿地重划的进度，跟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啦吼。这第一个吼，这是头一个啦吼。第二个就是讲，希望讲啊，第二个专案就是讲，大家乡林美龙川社区啊，社区土地电话的进度的专案报告，我们希望讲这列为专案来到议会来做专案报告，以及让我们所有的议员知道目前的进度状况。哦，第三呢，就是要要求咱讲的治安湿地，甲百姓拢讲得真好。半年来要甲治安湿地检讨向农民来做报告，结果也没有。哦，啊，所以呢，这家嘛同款要要求伊做专案报告。哦，做专案报告。我本席啊提这三个案啦，啊，请主席裁示。健康休闲区，个别墅区，对啊。无啦，啊，个竹湾湿地遐嘛爱做些转播图啊，嘿啦。林美农村社区重划，竹湾湿地三个，啊是免，啊是头两个合作一个就好啦，头两个合作一个就好啦，啊两个啦。李市长有听到无？有啦，竹湾有啦。李市长有听到无？李市长有听到头前迄两个一个啦，吼啊竹湾湿地一个啦。OK， 好来，安尼好啦。好来，迄、那个甲邱燕，我你讲，我有猜啊。有啦。那个议长，哎，刚刚那个黄玉琪还有那个县长哦，他这个在整个在贵宾致辞的时候，这个语词啊混沌不清的，啊。我们现在直线铁路这个案，我想这是宜兰县民所长期所期待的。那这个新还没有就职的这个。后承担了这个还没有就职这个部长，我发现哈，那对我们东岸县的东部的这个所有的国民是非常的不利啊，不友善。阿伯上台都讲一寡迄个消委乱念，啊，到底是上层的意思，还是他个人的意思？我们宜兰县南美山呢沉默，我想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专案专题报告，请林聪源县长。选总统的时阵，你是安那听？结果即马是安那回报宜兰县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有人提到湿地的问题，我想湿地的问题是整个宜兰县的未来，不是说中央现在520又要，可能就要换新的政府，到底520之后，我们的湿地宜兰县的湿地怎么样的划设？我想中央要在地方执行，连地方民意代表都不清。不处的时候，我想这个整个执行面是自然难行。我们希望我们宜兰县政府站在县民维护县民的前提立场，我们也请他来做一个专题报告。对啊，直线铁路啦，是吧？哎，江议员，都直线铁路。我先。啊，书记都讲过啊。对啊，书记都有啊。都直，你对我讲了直线铁路的问题啦。哎，铁路，我讲，哎，那。铁路就顺线含这个苏阿改车做一个嘛，咱拄伫宜兰啦，铁路还有咱通，花莲阁还有咱贵，唔要恁是成什么铁通？你对啊，你都叫我，我哪会使讲？等下，就重大啦，就是讲一串铁路啦，阁苏阿改啦，哦，一个专案啦，吼，这重大建设。但你等下哦，区甲区员先啦，再换你啦。你对嘛？拄只迄个黄议员讲迄个部分，甲黄木议员讲的湿地的部分吼，爱加五个部分纳入了吼，全部了，好，全部拢纳入了。另外，我阁增加一点吼，啊，有关地区死亡啊辅导转型的部分吼，这部嘛请咱农业处啊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地区死亡辅导转型的部分吼，这一讲不哩一概括吼，但是相关的这个准备程序拢还没搞吼，应该时机成熟了，所以这个部分啊。
本学家正式提案纳入这个专案报告。啊，另外咱程序委员会说啊，各单位各一挂即个电路员甲处分员吼，应该咱也未付上一万，是毋是要伫咱后壁要处理电路员的部分，当就上一万咱台会处理安尼？以上。听过刘志王的辅导吼，是安尼讲的。第七次王，第七次王，三 M 帮啊，第七次王。哦，听过了。好啦，换迄个温议员啦，温议员啦。有啦。哦，谢谢啊。哦，那个农委会吼，今嘛准朝，那个部长吼，有滴讲啦，瘦肉精的问题啦。过去咱馆长讲零检验啦，哈，瘦肉精啦，哈，零检出了，哈，零检出了。啊，今嘛讲挡也挡不住啦，哈。啊，要来拜听讲咱林馆长，伊对这个瘦肉精，伊今嘛过去的处理态度，甲今嘛处理态度有无同款无？将来咱宜兰县呢，有家己要制定一个条例，要安那来对瘦肉精这方面呢做防范措施，来请伊来做专案报告。好啦，好瘦肉精哈，好来换单议员单宏毅啦。你要倒手袂使。对啦，拢讲会着啦，我紧啦，拢讲会着啦，拢讲会着。主席，对焚化炉这件代志啦，回馈金吼。回馈金这一事项哈，对罗东就是讲新群啦吼，罗庄、东安这三例哦，一定他放入进去啦。啊，你若讲他放入进去，就不用来专案报告了。伊若无被坑了，就来专案报告。好，以上，谢谢。好，了解哈。好，来又议员又相听。主席哦，我想讲宜兰县哦，这个有关交通的问题哈，啊，常常咧查这个主线铁路啦哈。苏阿改啦，滨海公路啦，啊，武这侪年来吼，每工的这个假日啦，拢是要是出问题吼。其实讲起来，宜兰县即摆目前，那你讲在工厂的投资意愿无真悬哦，最主要就是运输的成本悬嘛。啊，运输成本悬，就是爱伫滨海公路。爱伫滨海公路来改善，我想安尼才是对宜兰县工商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吼。目前所讲吼，所讲到目前为止，连一个货柜码头嘛无吼。所以讲宜兰县这个产品呢，一定要经过吉兰港吼，迄个叫属于国际港吼，爱由国吉兰港来作为出口。啊，吉兰港出口就是滨海公路做运输道路嘛。吼、哦，啊，当讲啊侪，讲啊侪年啊吼，较即阵啊吼，我看中央连这什么阿无鸟、阿无家令吼，我想针对宜兰县这个塞车的问题吼，种种的问题吼，我想应该是对滨海公路落手吼，这个才是对宜兰县有一个改善的办法吼。我想针对这部分吼，你甲列入主线铁路迄个案内底嘛，我紧啦。改善啦，吼，拓宽也是改善啦。你迄个重大建设，直线铁路迄个啦，吼。后来，迄文少庆委员。有啦。主席，局处长，各位同仁，吼，我想迄、那个，我们一直在乎就是老人害你多，病害你多，新兴疾病也很多，紧急医疗网很差，所以是不是？像他们专案提出来，如何争取阳明医学中心，如何建议跟规划？谢谢。高长，阳明啊，阳明医学中心，阳明医学中心，安娜。阿、啊、不是定掉吗？阿不是定掉吗？阿未看到，拢唔敢讲啦，吼，还没看到规划案。阳大升级为医学中心啦，阳明医院啦，升级为医学中心。对，我们规划也要建议啦，这得看清楚哈。啊，专案哦，还没专案哦。哎，即马中交上啊，你们去瞧一下。啊，咱呢公共的规划会议差不多拢来专案讨论啦。啊，那来讲个啥再来讲，讲个啥再来瞧，好讲啊。好啦，来，单进两员，单进两员。有啦，好啦，拢讲会着，免烦恼啊，拢讲到焦头再来焦啦。主席啊，我来讲。即卖迄个，都交属于县政府管的嘛吼，县政府管的，即卖主持在管理方面吼，啊，即未来诶，即个要做要开发的部分咯，
做一个专案报告一下吧。这管理方面吼，即摆就是哦，跟恁所有的哦，真侪饭店哦，啊，拢好像没有人在管了，都现在没在管，说是管，县政府在管，县政府现在也是没在管。投到未来发展，转来报告。投到位管理。好。哦，啊，甲未来开发。好。后边要处理都转来报告。投到管理甲未来发展。啊，搁一点嘛。转来报告。搁一点嘛。嗯。喂。这个有讲，馆长去年有讲，讲七夕要来南澳办，今年是不是会当这专案都跟讨论一下？一定是，动议案拿来创，遐来创动议案，我替你写啦。我即摆是要去做陈昌伟来报告，是不是四号一下？创动议案啦，后边就是创动议案啦。你讲说七夕这啦，好不好？七夕活动啊，七夕啊，我做专题报告，要紧啊，我来讲的，四号不四号啊？两组，两个合作的啦。两个合作的，都个做这个议题合作的啦，都是这个豆腐角的管理未来发展的，啊，搁七夕是不是你所办？哦，这个转调啊，搁细钱啊。OK， 好，那两分都两调啊，卖难做的啦。哎，同款啦。好啦，好啦，我啦，老邓，我老杨，老杨啊。好啦，伊讲决定要南澳办啊，南面南，别紧。哦，啊，你面啊。我讲决定讲南澳办啊。啊，真有效。到时啊，比食都啊较有效。哎，伊了，我是啊，即几工啊吼，咧看电视也好啦，报纸也好吼，感觉讲食毒品的人啊，哪来哪去的，差不多加两倍以上啊。不管是全国还是咱宜兰，而且有需要来做专案报告。另外就是讲学生囡仔食烟啊，未成年学生囡仔食烟啊，我迄工看报纸，一工就两件。学生囡仔食薰啊，甲讲过歹听啊，食到尾啊，听伊讲啊，敢那是怀疑啦吼，怀疑讲是毋是囡仔甲放火啊，有倒摆才甲烧伊。我想这啊，是毋是赶快来做专题啊，请来做报告一下呢？好了无？请馆长、到处长、卫生局长、警察局长，只要有关的拢请来。好，多谢。毒品，搁啥？搁食薰。哦，搁食未成年食薰，好，专案讨论，好来。张，我等下你等下，吴秀玲先讲者，张华、明华、张华迄落串档的哦。来，吴议员，吴秀玲。议长啊，那个同仁，那进前因为议长的关心，我们用议会的名义，我们向县政府请那个问了一下那个 U-Bike 的这个执行的状况跟经费的使用。但因为那个县政府回函给我们的这一个状况并没有很详细，我刚才已经给人糊弄了，所以对这一个 U-Bike 它到将来要怎么执行，那各宜兰跟罗东它怎么样来做运作并没有很详细的，我希望呢能够安排一个我们的专题引来说明跟我清楚，就在周南教授议员了解到底已经要他走没有他开，然后执行是几年，好不好？好，谢谢。又拜客，好来，好，我来那个张明华张议员。啊，一定，好像，那个是不是讲对咱都啊有讲到这个农业加税这个问题哈？咱那个专栏把当时啊，有啦，我有。开始这个运作时阵哈，咱这个李丽丽特别对媒体啊，解释讲咱议会有派议员去参与嘛？那当时我跟黄定和议员两个去，我拢表示真侪意见，但是伊把当去讲扭曲啦，所以讲。我希望咱来做个议会，来做一个专案报告，让这议员大众了解。啊，这中间过程内底，这目前咱的公务机关执行内底也有过度啦，跟我们当时要求有过度的情形，先列为专案报告，请咧农业处加这个税务局当者安尼。房屋税加成啦，专案报告。是农社部嘿。啊，好来好，有来是刷议员。迄、那个，伊滴哦，我想话，阮头城吉祥桥吼，啊，即、這个发包的工工期十一个月吼，伫五月份要来完工吼，但是昨阮有去看吼，伊的工程延宕20%吼，啊，即卖丰泰黄信池要来啊，啊，一个桥伫遐啊，到底毋是当时要好，所以讲我感觉讲哦，咱来即个提一个专案吼，啊，来甲即个代志了解，啊，无到时丰泰若来，即、這个代志吼。那发生到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的时阵吼，啊看咩创哦，所以讲吼，我要提这个专案啦，吼、哦，以上。好来吉祥桥吼，好来林先生林员，对哦，咱议员拢真拍拼吼，尤其我感受到，因为我在家嘛吼，
顶一届会议咱讲真济物件，但到尾啊拢无法度完全去管制着。所以这个专案针对管路会使变啊落实计划执行考核无？好，比如说咱顶会议讲遐济物件积累啦吼，咱要去追资源查查，到尾啊即摆拢无下文啦。所以咱这会议佫讲啥嘛无效。所以这部分是不是你咱机会嘛是咱的困难？到底伊要安怎做拢甲咱答复？好，这嘛是一个专案啦。好啊，我个人较重视的就是讲附带标题，就是讲有一个阮即摆咱的宜兰法院已经判吼，就信专区的部分，馆长讲要凝聚共识嘛吼，但是伊凝聚个什么程度？针对这部分附标题伫内底讲一下，就是讲如何落实计划执行考核，就是讲你讲的你甲宜兰会吼讲要凝聚共识，你凝聚个什么？法官已经判讲咱。把这个事情已经淡化掉了，咱比把年幼当作明星啊，把日本啊台湾人输日本，这个判决已经最近出来罚金，所以这个部分附带标题，你专案内底跟咱讲，咱议员讲的有敢回吼，到底落实到什么程度？所以计划执行考核，比如我就讲，顶一会期咱有讲要去检查水资源的，我也无看呀。啊，专案小组毛组啊，真侪议员拢编在内底啊，啊，是不是这会期佫讲的到后边会期佫无一票？好，如何落实计划执行考核？针对议员讲的议题。尤其阮大家的部分，伊安怎回应？计划执行考核啊，包括专案讨论，包括啥？包括技术啦，是啦。你执行嘛，对不？比如咱议会讲出来，你顶一回有做无做，爱予咱知啊。比如某某议员讲的，伊无做无做理由，搞错资料整理出来嘛，清清楚楚嘛。未使做的理由是安怎？会使做，做到什么程度嘛？啊，是咱这个针对啥？针对啥？哦，针对咱，无咱顶讲咱会用专案讨论，也是质询，也是提案。无咱所谓的，甲这个行政流程来对讲落实行政效率就好了，好不好？行政效率嘛，咱议员讲的，伊到底有执行无？执行到什么程度嘛？哦，咱这个会议咱嘛才清清楚，免阁问啊，不用重复再问啊。落实行政的行政效率就好啊，议员质询的物件伊安怎做嘛？互咱知啊。啊，落实行政效率专案啊、哦，好来，好，好来，马上，哎，阿勇，黄议员，议长啊，各位同仁哦，啊，议长，我拄仔感觉你迄个开幕的人致辞的人阵哦，非常好啦，但是有感受着讲哦，议员敢愈来愈细，连议长你都细落啦，啊，我感觉你讲安尼，敢像来安尼。来甲馆长诉苦，馆长起来讲话，阁无啥会插潲你。嘿，我感觉吼，做议员即马，我是感觉，感情才做个遐个事。你议长咧，我拢咧追随你个咧，啊，你安尼，我感觉真可怜咧。啊，议长啊，啥物代志你讲，我全力支持你。阿妈安尼讲安尼可怜，啊，人阁歹插你，讲讲阁做伊走，你嘛甲你回应一下，对无？有真侪物件，我拄仔先讲议员讲的哦，我感觉我要呼吁的伊讲法，任何一个案件，如果阮议员提案的哦，希望咱行政单位也做一个圆满的回答，不管有做无做，你拢是爱圆满嘛，你袂使甲咱放互溜去，代志讲讲的，尾仔溜的，也无甲你回，也无甲你做，啊就安放点的，安尼是算啥物哦？哦，所以这点嘛，我希望应该怎么样子迄、那个。迄、那个记录的人员哦，看要安怎做一个圆满的建议哦，希望议员的建议案，也是议员希望行政单位安怎执行的，诶，一个案件爱做一个哦，很圆满的诶行政流程了，爱互咱嘛，看有要做无要做，拢爱互咱嘛吼。还佫一个最近的高速公路哦，塞车塞到非常厉害，而且哦，真侪咱来咱家佚佗，也是讲。所以讲，咱这乡民呐，去塞车的时阵啊，要找一个所在啊，要歇困啊，都唔知要找到位啊。听讲咱县政府啊，几啊年前就已经有希望啊，做溪南、溪北个所，做几啊位个休息站，是用一个什么叫做 VOO 案吼。啊，希望这个休息站哦、啊，听讲最近所嘛已经阁提议讲要阁做一个需要一个休息站，啊，最近。即马这休息站到底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希望你县政府哦，对休息站咱高速公路的需求啊，做一个专案的报告，予咱来咱宜兰的人，也是讲咱宜兰要出门的人哦，伫高速公路站时啊，当阵有一个所在人爱困，无拢塞在你路顶，啊，你硬放入嘛无当放，这实在是共同爱改进的所在。
希望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好不好？一定嘛。高速公路休息站，休息站哈。好，哎，好了，好，好啦，这个好，我先来歇困好不？哦，好了，一定哦。我都在讲的意思，跟过来员工讲完的意思了。我较早捌甲登记会期的时，捌，譬如讲一个议员，一机会吼，临时也好，定期大会嘛好，提两三个案。过去一年过一年，一届过一届，真罕呢有讲做咱的有关单位讲甲过去咱议员提案的，也是专门讨论的结果，啊，提出来报告，会使做袂使做，啊，嘛无做整合，嘛无讲做吼整理啦、探讨啦。啊，过去就提案就提案，啊，就提起去就拢放掉去，啊，直直提有啥物路用？啊，看会使做，未使做，嘛是爱阮议员一个交代嘛。欸，啊，阮过来安尼对，伊应该甲阮议员所谓提案，一个议员就提三十个，一个会议吼，提几落百个案，啊，但是拢放个边啊，阿妈伫叮当啊，啊，咱拢。甲咱县政府共款，拢是对那个县民伫负责的，啊，嘛，阮伫发声，但是需要拢已经拢做袂到，啊，是啥物原因无法度做，拢爱还债啊，这一定爱出来甲咱做一个专案报告啦，吼，过去的拢爱澄清出来，会使做袂使做，爱哪搭行，啊，看有去探讨无，啊，有去协调，还是找钱来做无咧，吼，以上。好啦，拄啊都讲过，都专栏啦，有影有啊啦吼。我提两个专栏啦吼。对，即马农社吼，违规的农社吼，即马管政府拢要拆嘛吼。我安尼即个看看，有去拆拆拆，到尾也是拢阁完成啊。我讲提一个专栏来讨论，看要即个农社何去何从，啊到底是要哪处理？卖哦，即个拢信服伊啊，也无信服啊，拢强强下来。即古迹的东西要哪一体要哪处理？因为即摆扣税咯，你去扣税啊，旧的甲新的甲分开。你执行要安怎执行？执行到底安那？旧的要哪做？卖讲搁百啊，建工要搁去拆，是要哪去拆法？真正拆，拆成功也未成功？对，我即个看，我自作品代表搁担，东西拆拆到尾也是拢搁共款啊。我是这是第一案，坦白讲，东西你要安那拆，拆了要哪做？啊，是新的甲旧的甲分开嘛？伊即马有分啊，伊即马有分啊。无，即马104年，104年，甲咧四月吼，各区委长啊拢爱听，迄是旧的建造，旧的甲建造甲新的建造甲分开。哦，啊，旧的建造起落起落啊，违规落违规落啊，要哪来处理？我是讲来一报告吼，卖哦，少数人为，我要来拆阮兜，啊，要来要拆安尼敢好？这第一案啊，我是讲专案报告来讨论这個，叫管长官伊要哪来做了？卖哦，这建设处的吼，使用管理科吼，迄科员拢出来讲，啊，要拆恁厝，互伊心惊吓啦。我是感觉这爱来很明确，要哪来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感觉讲吼，交通即摆遮乱啊吼，阮宜兰市。是新兴的都市啦吼，较早绿地也好，啊是公共设施也好，啊是市场用地也好，啊是教育用地也好，拢囥伫遐远啊。迄阵拢无一并甲并做伙落去开发嘛，绿地甲拆掉，变成分者较土地分较济，产生宜兰市。你看，未发展就是安，无一个停车场啦，无一个停车用地，有规划无叫开发，我是一并讲到厝的甲。甲馆长提出来报告，较早遐绿地五六十年啊，无法度去开发，拢囥遮远，遮绿地要哪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啊，要哪来处理？从文化中心的附近遐，你看，这边哦，市场用地，还有绿地，还有校用地，遐要哪来处理？我是感觉一并拢提出来讨论哦。两点啦，两点啦。农社违章啦，啊，甲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处理啦。停车停车场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好嘞，好，咱主席各位议员先生哦，迄、那个咱前两天开迄个会，我有建议哦，我印象当中应该要有专案要报告的，好、哦、清单先列出来，甲拄咱成功议员那个贵啊议员嘛咧讲，咱的这个效率，关键又我觉得真的老西凉呀哦，整个效率啊敷衍一下哦，啊议会家哦那个时间排不出来，起码也没有报告了。好、哦，进度也都没有，好、哦，过来
啊，我想大家议员拢真用心为咱宜兰啊相关包括人民的福利啊伫争取啦。我刚刚过来讲一下，我即个看森林公园的开幕，感触很深啊。哦，关键有建设拢伫溪南，溪北这边宜兰河这么水。好、哦，啊，佫真侪爱做诶，县政府会当来做一个专案报告无？伫咱中卫海边啊，是起来甲宜兰市，佮咱宜山大个同安公园，佮呾无也无食，是毋是讲相关的规划爱佫偌久？要安怎做？好、哦，咱森林公园花了22年，啊，宜兰河这条完整的整个一个观光带，好、哦，县政府未来要开偌济时间？好、哦，多少个22年要来完成？好，溪北个民众对县政府有信心。好、哦，卖套伫滴安美啊，建设拢伫溪南，无伫溪北。好、哦，在其中讲过来，假如咱林锡明议员咧讲的这个很多这个都市都是计划一块用地，好、哦、无处理，好、哦、啊也到了时效了。啊，很主席啊，宜兰市伫一个古城变做怎嘛啊人口。转宜兰关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啦、啊、吼，当然是咱县辖市所在，是毋是讲这个部分哦？我复议甲都林锡明议员讲的这个来做一个专案，包括讲罗东也好，怎么透过示范公有土地来新建停车场？哦，改善即马目前这个啊老旧有巷道吼、哦、狭小停车不足的这个现象，好，感谢。好啦，好啦。好啦吼，来后来审议啊，好啦，等下再好啊啦，好啊啦。我讲一条，我讲，我想即卖，诶，主席啊，啊当然，我感觉迄、那个咱宜兰县的海岸线吼，叫侵蚀非常厉害。宜兰县政府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拿出一个办法出来，该处理就好，甚至跟中央联系。所以海岸线的侵蚀、沙轮的流失、脚踏车的脚踏车道的破坏。现保护的现有的土地的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讲做个专案来报告啦吼。看宜兰县政府要安怎破坏这块土地安尼，以上谢谢。好啦，这个专案好，好啊，安尼好啦，安尼啦吼。阁有哦，好啊，来啦。迄个议长，我讲哦，宜兰县啊，这个饭店啊，咱县主席、咱的管理处拢出去检查嘛吼。啊，我认为讲宜兰县所有的这个检查的标准。爱甲做一个统一嘛吼，到底有诶所在有去甲检查，有游客愈来愈侪嘛吼，啊，所以讲即个品质，大家爱共同来甲提升。所以讲所有诶饭店去甲检查诶时阵，吼，爱用同款诶标准啦吼，啊唔好讲啊，我都甲即个较熟，即个就拢无处理，啊，迄个较无熟，迄个就拢处理迄个。啊，我感觉安尼，咱爱甲业者啊，甲辅导啊，互伊即个观光诶品质吼，会当啊，搁较提升安尼啦。哦，这第一点嘛吼，第二点。咱针对着宜兰县所有的风景区，吼、哦，县主席的概况，啊嘛，遐请因甲咱做一个报告吼、哦。有的风景区啊有咧做，有的风景区伊就敢若变作哦蚊子馆，啊拢也无伫遐用啊，啊嘛无人管理，啊昏昏气气，啊拢足垃圾的吼、哦。我想这爱请这个管理处吼，甲咱大会吼，去做一个这个专案报告啦，吼、哦，以上两点。好，多谢吼。啊，大会报告啦。第一，议程就照拄则报告安尼啦。第二，议员建议的要求的专案讨论，看看上少30-40个啦。那找些时间再来讨论咧，到底要安怎来处理啦？哦，譬如讲，我说啊，无就单位去顺通来改做迄落联合的小组诶，这个真侪机会是安尼啦，都小组联合的这个咨询啊报告安尼。哦，你找一时间再过来瞧啦，无你即马30-40个，看起来即个议程单论即阵总即阵，吼、哦、啊个法案，吼、哦、差不多上加有剩两工的时间，上加是有两工的时间啊尔啦。啊，到这边来处理，再找一时间再来讨论啦，再看要来摆在搭一个位啦，啊要哪来？无你即30-40个要哪讲？即无在了讲实在啦。哦，啊，这个部分议程确定啦，哦，啊，这个再过来讨论，再过来决定，啊，要排什么时阵啦，哦，再个找时间，啊，咱即摆继续来进行迄、那个，就各小组的这个，咱拄啊讲，大家才是讲迄个专案报告啊，你拄啊讲要迄、那个要用单位执行的时间，我嘛可以同意啦，单位执行迄、那个待一个单位的时阵，拄到迄、那个以他资料准备齐全，重点，县长要到位，安尼袂哦，无啦。
迄看咧情形啦。不是啦，袂使看情形。你讲安尼，我同意啦。你讲，你讲单位执行的时间，迄、那个各局处的，你面试出来咱专案报告这个啊。他要准备资料进来，你讲要为着大家省时间，无要紧，馆长爱就位。等你执行的，迄个馆长爱。这大家再过来参详。无啦，即马就是安尼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大家再过来参详咩？你要参详的时，是要搁座谈会哦。啊，座谈会搁请便当的安尼哦。时间都带回来讨论蛮晒啊。因为咱来参详，啊，你其实讲的哦，什么物件拢透明化无要紧啦。馆长嘛讲啊。什么代志拢是爱合法啦、啊？啊，基建敢无合法？基建敢无合法？啊，因下都合法，咱下都啦。我拄仔话讲，叫讲这两天爱处理好。啊，这两天爱处理，你处理啥？你咪讲个啦。局长，你要提出决定，提出你的做法来做，来做唔才对。啊，你听伊个，伊都唔爱听你啊。你伫顶头伫讲话啊，伊伫下边底啊，伊伫边下边底啊。哎、欸，底下是啊，你神经，你神经啊，你才甲你混得着啊！啊啦啦，你有为人发无？你都我来讲，我都甲你讲过，伊永远来甲你当作你要是个传染病，对不对？你今日要创啥？该讲啥？卖定杜副馆长，副馆长甲坐会啊，去休困者，叫馆长来嘛，馆长来答应嘛。伊即摆讲，我无答应，副馆长答应，你去找副馆长啦，啊要安怎就好？所以讲啊啦，你二长甲馆长是平起平坐嘞。对哇，过去伫开会，遮即马新的议员可能唔知啊。过去开会，议长、馆长会使无到会场吗？捌安尼无？你较早你较早做副议长、做议员的时诶，捌伫重要开会尾啊工议询的时，馆长无打卡到甲议会，捌即款情形无？议长你讲者，捌啊捌，唔捌嘛？我替你讲啦，唔捌。啊，事实你嘛袂使讲捌。啊，都无了事实啦，你听无？啊，馆长的结果是安那，坐掉你啊，你个传染病啊，你也甲超好啊，对无？你也靠，你也敢去拗拗阮头前这个，叫无理，对无？你真靠，你知无？你啊，你真正讲的，你听无？好佳哉，你不要去解解释，无我本来叫伊甲你争，我甲伊讲。好，多谢多谢。来，张正义长，等下老大先讲的。主席哈，各位同仁。我是讲，你这个主要不管提偌济案，你袂使讲，才甲你讲过，啊，即马马上去下头去在你啊，甲煞会、甲结算会，无时间煞。哎，你开我也捌做咧，即马是目屎仔去遐去咧，遐第两日唔知影咧，啊，无得了是你讲啥？你这一工你都爱随间讲。要头你开会，大概拢是今日讲，啊，你要说说几条，明仔载再甲排落，啊，再来工作即时拖尾即大省咧，啊，你若无时间，我暗时啊就写了在你来大家参详，你毋是咧，在遮下骹拢安那讲安那讲，你讲讲是到尾滴滴啥地，啊，你来管长安尼懵斗懵斗，你若他得到啥方面，你做议长他得到啥？上简单，你做一个议长啊。基站建设议员所有34个的经费，甲大家未解决，啊，搞你退伍都，你甲挑两个退伍啊，都，大家拢唔惊死。这是你的职权嘛？你啊讲，咱的议员讲好，100万，经商未要偌济，资本要偌济，你啊讲创好啊，你会使直接直讲拍，啊，你较搬拢搬歹去，啊，你拄啊，你馆长讲起来，你开幕典礼无人性，馆会的人拢无人性。那无人性，应该是你咧。哎、欸，台语讲起来是你，甲猪口禽兽同款咧。你个无人性，即个话你来讲讲咪，莫讲讲咪管掉咧。啊，我来说明你啊，你教阮只语言拢无人性，喊你啥时阵爱摆出来，未使甲尾甲倒掉。吼、哦，大家看有意见啦无？第二，基善建设，啥你摆，管掉无你信伊啦。馆长上个是派过之外，甲你讲到过大啊啦！啊，你要共接馆长，你要共讲啥？对，啊，基层建设拢在你甲过之外两个斗斗一下，阮只望见头。吼、哦，我是讲你要替阮争取这个基层建设，还有一个关系，好、哦，拜托你。好，多谢。好来，我议员。啊，主席啊，我相信咱所有的议员啊，对所有提出来专案报告，拢感觉非常的重要，迫切性。很急迫，所以
不可以再延后了，哦，列为第一优先，把议程排进去了，哦，这是本身的看法啦，安尼才有公道啦。啊，公正经的，咱要找伊嘛，歹插下人，啊，要创啥也歹。啊，大会开会上好啊，用专案报告来解决，来讲个清楚，甲咱讲个清楚，互咱代志会当解决。啊，无安尼呢，我感觉无啥无啥要紧，你等你即阵哦，你妹妹嘛是歹插下你啦，无啥物好啦。我个人的看法啦，你即马就爱紧的去排排决定当时啊，吼、哦。该当时间不够，按时加班，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爱第一优先排进来了，安尼才会使啦。好来，报告大会啦吼，议程就照安尼啦。啊，拄只所大家所要求的专案讨论啦，伫单位质询以前吼，咱来做一个参详甲决定啦，啊，甲一个时间的排定啦，吼、哦。报告大会。袂啊，都唔是啊，都是伫单位质询以前，咱来做一个决定啦。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感觉讲安尼啦，你若要摆这個，你下晡规个拢来瞧，拢个瞧好势，摆好正确落，时间表拢摆好势嘛。都在单位即阵你讲嘛，无差别两间。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未使讲你即摆可能瞧，拢袂好势，安尼未使。啊，都单位即阵你讲嘛，单位即阵个两间安尼啊，来做一个处理。哎，报时间报告都定掉啊。就不可以啦，咱议会了，咱都不是管的，好嘛？你管我那多啦，啊，听咱的啦，不是听伊的啦。唔，好啦。好啦，参详一下，参详，单位咨询之以前来做一个处理啦。好啦，参详老大妈安尼啦，妈啦，参详个啦。好啦，安尼好啦吼，拜托啦，妈安尼啦，好啦，来进行迄落分组啦，无变啦啦。你即马讲议事厅事，搁照安尼来，啊什么咨询进前再过来讲，啊都摆落去啊，要搁讲啥？无安尼做法，做一届，等下要甲悄悄好事，做一届来通过再来，对不？啊，就你嘛，搁讲一下，你听我讲一下。好啦，魏大员，你听我讲一下，你即马三四十案，你嘛一个时间用技术来整理出来吼，到底拢总偌济案，啊，要咱来分吼，啊，我咧单位咨询以前，看来开一个大会，也是要座谈会，啊，大家再来敲讲时间到底要哪来排条，反正都三十天的时间嘛。要讲这是无遐啦，尊重你主席讲的啦。但是天书这个吼、喔，这个啊，照安尼摆吼，先暂时先莫照安尼。我到这边单位执行以前呢，我们来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决定啦，做一个摆。二弟，我跟你讲吼、你都爱我都去改变，下头你管长要来，你咪该无让你来啦，唔照搞。啊！你定讲要配合，你是你来啦？你听议会，还是听管政府的？你下头拄只戆无议员讲的，咱下头先来讨论好，无啦下头都要做那报告，但是做那报告是干啥？做那报告做啥？上帝去听，一定准你讲一个答白的，对无？下头吼，我来讲吼，时间报告迄蛮免啦，你着照。下头这物件去处理的完整，安尼安来办，这专案报告的，这的事情行程排好，安尼才对。啊，你我就是你一直在考虑馆长，对无？馆长就你一直在考虑成了，才会安尼啦。一定啊，好啦。但拄仔你做主席讲遐济话啊，照你这专案拢啊排头前，你个排落去惊，专案排头前，后壁甲单位咨询，专案讲煞，单位咨询就无话啊。对啊，你才拄仔讲遐，你如果单位无做一届单位质询了，过就过啊嘛。我是感觉你甲摆落，好啦好啦，摆在头前。好啦，来摆单位质询头前啦，好来，就安尼啦。我来摆看，啊，再甲大家报告啦。啊，摆看都是要摆偌济时间，安尼冇摆看，无你冇创，好无？安尼好无啦？好啦，来也陈汉忠陈议员，等下啦，你头前给你等一下啦。陈汉忠陈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哦。啊，大家提专案，我也要提专案。要报告议长哦，现主席宜兰县真济个厝内水拢去换这个清管这个问题。啊，前几工啊，哦，本社发现一个问题，厝内水公司甲旧个清管拢无提起来。哦，都带新的来，啊，这个部分是不是爱要求宜兰县政府针对厝内水公司这个清管的部分，一定爱
太旧换新，把旧的这铅管爱提起来，无这個、这铅、個、管内你钢管嘛是都污染嘛，哦，是不是这个部分啊、要求宜兰县政府针对这个啊铅管的问题，哦，太旧换新这個问题，旧的铅管这個来做一个说明。哦啊，我听讲因自来水公司针对这个部分哦，因为时间的施工的问题哦，因拢无做这个动作了。啊，这是非常的严重，好以上。好，多谢，好，转来哦。好啊，安尼好啦，好不？嗯，专案报告啊，嗯，拄啊主席伫讲，就是讲专案报告既然这么多，无紧。啊，你来讲为着时间要干涉，像拄啊咱主席伫讲的，就是要单位执行来做这个专案报告。我也觉得无所谓啦，都无可厚非。我感觉就是讲。相关科室迄天的专案报告，迄个单位咨询当即来，馆长嘛到位伫遮，安尼我拢无意见。哦，安尼吼，要节省时间，拢甲加加做伙，那无要紧嘛。吼、哦，是毋是安尼？啊，咱单位时间，咱迄个专案报告，就是加迄个时间甲延长一下嘛。啊，不要这个较正常。我是毋是讲，咱艺术所这边搁考虑一下，你看会使无？咱下晡排一只过来调查嘛。单位执行执行以前啦，来处理这专案啦。啊，到底要以什么方式来处理哦？咱啊，伫单位执行以前哦，我创一个时间，大家来讨论来决定啦。哦，安尼啦，无就安尼啦，我都安尼啦，拜托，就是安尼啦，吼。我咱再证明就好啦，来进行分组啦。好啦，这个是病案啦。那个啊，有一些的议员哦，还有民间最近发觉到我们宜兰县的治安有一些的红灯警告非常的严重，啊，这么这至于这个，刚刚有那个刘天武议员，他有提到我们有关的毒品，那我想说病案，就是因为那天出席是包括警察局嘛，包括学校嘛，所有的教育处也应该列席哦，病案。治安问题啦，吼，病例迄个毒品迄个啦，好啦好，那咱进行分组啦，开始啦。无啦，等一下，这个会议开了煞，伊庙也开了煞一下啦。好啦，赶紧啦。啊，我无安尼啦，我予大家了解，即马排落来是安尼排啦吼。啊，咱就是照惯例嘛，就是讲一组去二组，二组去三组，三组去四组，四组去一组嘛。啊，即马就照安尼。啊，虽然嘛要搁调整，希望要去带组的人，就虽然去敲嘛，即原则就安尼嘛吼。哦，啊，这个予大家了解，即马照惯例来，就是安尼会排定啦，就是安尼排定。啊，免啊敲，就两走啦。哦，啊，恁去敲，啊，再报艺术组就好啦，安尼啦，好不好？这个小组部分就安尼啦。好，安尼大家了解啦，好不好？好，啊，就免即马决定啦。这两天内底再来决定就好啦。哦，拜五以前再来决定就好啦。就照安尼。好，啊，你若讲歪，哦，你就希望要留第二组，要留第三组。哦，啊，那随人个敲，啊，我甲副局长个部分随在恁敲，哦，随在恁换，啊，要送要来换，哦，都 OK 啦，哦，安大家清楚啊无？哦，都安尼，这个小组都安尼来决定啦，哦，就是照安尼，啊，你若要买安尼，哦，啊，随人去敲，啊，我甲副局长随在恁敲，好，安尼多谢，这个小组都安尼啦吼，好来，换啥？定时有讲话哦，无啥？我都照安尼啊！啊你嘛无爱人，你就无爱做一组。你希望要去二组，还是要去组，还是要去三组？啊你就爱甲迄组的人去吵啦。局长啊，你即马若无讲，到时私底下换到要乱了了啊！无啊，两个同意才会使换你啊，袂乱啊。记者咧吼，像无当即马四个拢在一组嘛吼，啊四个即马无可能全部跳第四组啊。即马有法度吵吗？老师跟即马吵吵呀！好啊好，我瞧要瞧怎来瞧好，怎来瞧？啊，咱即马迄群就来瞧。啊，咱再去就加迄个吼。哦，即马来进行个馆长抽签啊，同时大家去瞧啦吼，大家协商啊。即马来进行馆长抽签啦，馆长总咨询来抽签啦，好不好？啊，我大家报告啦，定时委员会委员哦，定时委员会委员哦，各组也是各政党去推出来啦。哦，定时委员会。定时委员会委员哦，各组推两个，哦，伊也是要用各政党去推吼，嘛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去敲一下吼，哦，定时委员会委员呐，
喂，即摆小组你瞧哦，啊，搁法规甲定时啊，是怎瞧瞧的？法规跟程序啊。法规甲定时是怎瞧瞧的？各位议员，好，安尼袂使讲。各位议员，现在开始现场市政总执行的抽签，请社长。首先请陈杰林议员、孙汤议会议员、陈孝仁议员这一组，孙汤议会议员、陈杰林议员。陈孝仁议员，第一组，哎呀，好怕、啊，一号，抽到发言顺序第四号，接着下来是吴鸿谋议员、张秋敏议员这一组，吴鸿谋、张秋敏。抽到发言顺序第十六号，接着是张明华议员、陈俊瑜议员这一组。张明华议员、陈俊瑜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二号，接着是陈正南议员、沈德茂议员这一组联合质询。抽到发言顺序第一号，接着是江碧华议员、吴秋林议员、蔡文义议员这一组三个人，联合质询。抽到发请。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三号，十三号。接着是杨顺木议员，林金龙议员，跟林金龙议员这一组，他们是。杨顺木议员、林金龙议员，联合质询。抽到发言顺序第三号，
接着是黄树琴议员单独质询。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一号，黄树琴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一号。好，薛成玉议员单独质询，抽到发。抽到发言顺序第八号。接着下来是陈汉忠议员跟林成功议员联合质询。陈汉忠议员跟林成功议员。陈汉忠议员跟林成功议员。陈汉忠议员、林成功议员这一组抽到发言顺序第二号。接着是邱家靖议员跟黄世超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七号。抽到发言顺序第七号，接着是林月贤议员、黄建荣议员。林月贤议员跟黄建荣议员联合质询，抽到发言顺序第十四号。林志宏议员单独质询。抽到发言顺序第五号。黄宇议员、杨振成议员这一组，请黄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五号。陈福山议员、张建荣议员、林希明议员，三位联合质询，请林希明议员。抽到发言顺序九号。接着是游祥德议员。刘祥德议员，刘天武议员，请刘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六号吗？六号。接着是黄定和议员、陈宏喜议员联合质询，请。黄定和议，请。抽到发言顺序第十号，还有十号。
好好，同仁哦，请就座哈、哦，来向大会报告了哈、哦。那个大会报告哈、哦，大会报告，甲大会报告哈、哦。迄、那个各小组吼、哦，基本上都照大家都在协商安尼啦吼、哦。至于召集人，包括正，包括副的吼、哦，啊，搁法规，吼、哦，搁法规，搁定时。来，拜托，拜托，我讲一下啦，哎、欸，来，迄、那个张总者，来，我讲一下，拜托，迄、那个，哎、欸，等一下，迄、那个各小组，原则上就照拄只大家协商安尼啦吼、哦，啊，正副召集人。包括法规，包括定时，包括纪律，吼、哦，迄、那个成员哦，伫后礼拜一以前哦，啊，阮艺术组甲各位联系啦，啊，再来完全来申请啦，吼、哦，以上安尼来报告啦，好不好？好、哦，今日就安尼来决定，好、哦，咱来继续会平衡这议程。继续是程序委员会的报告哈、哦，程序委员会以4月15日上午召开第八次会议，一共审定了受理的议案，包括宜兰县政府所提一般性提案9件、法规案2件、函送扁会查照之自治规则5件，合计16件。详细审定内容，敬请参内放置于各位议员席位上的审定报告书。以上报告，谢谢。好，这个列入议程了哈。好，来继续。备查案没保。备查案无要紧了，拜托林刚再来处理。好。一读，那个法规一读会。法规一读会，哎，一读会的。念一下啦，念一下啦，念题目啊，念啦。好啦好啦好啦，啊，搁临时同意啦，好啦，念一下随好啦。宜兰县传统公墓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一读。好，列入那个交小组，交法规小组。好，政治第18-011号修正宜兰县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草案一读。好，交法规小组。好，来继续，啊，即马就安尼哦，来处理迄临时同意案啦吼，处理临时同意案。好来，好来。开始。先读临时动议案哦。大家好，龙，临时动议案处理较刷了，哈、哦，处理较刷，再来散会了，哈、哦，拜托哈、哦。动议人陈立言、汉中、副议员林立言、陈光等6位，按钮，请县政府邀集河川及东山乡公所、罗东镇公所会勘东山乡近尾一路江楚路段列入正式道路系统，比例该区土地之利用发展，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东哥好。继续，动议人陈立言、汉中、副议员张义言、邱平等6位，按钮，建请县政府针对县内86年5月1日前新建之4楼以上老旧集合式住宅，全面进行安全检测，并全额补助检测费用，以建立建筑物实际结构安全指示与耐震系数，并提供住户参考，确保机制安全品质。办法，请县政府积极办理。好，东哥好。继续，动议人张义言、邱平、副议员张明华议员等6位，按钮，为因应夏季炙热气候并霉蚊滋生所可能衍生之登革热病流行，并防范本土及境外一日之卡病毒疫情之风险，县政府应由卫生、环保、教育、建设、农业、工商、旅游等局处及各乡镇公所共同成立跨局处机关之防治委员会，并由卫生局执政通力合作，彻底就县内病霉蚊可能滋生之环境清除，杜绝登革热及支卡病毒对县民可能之危害，确保县民健康。办法，请县政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东人陈俊宇议员、黄宇议员，按钮，建请县政府编列预算，尽速打通沿山公园后方黄姓道路，以利防灾抢救工作进行，并方便促进地方发展。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陈俊宇议员、黄毅议员、副议员张明华议员等10位，按钮，建请全面检查县辖各国民中小学教学厅受光照危害，并落实教学设施避光功能，以利提供舒适教授环境，加惠本县新兴学子。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杨延、孙木、副议员张延、邱平等8位，按钮，宜兰市新生国民小学礼堂增设空调设施，办法请交易处编列预算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人江议员、毕华副议员孙汤、议会议员等9位，按钮，建请县政府自
2005年度起编列预算补助各国民小学办理学生视力检查及口腔保健，避免近视逐渐恶化及注重口腔卫生，办法请慎重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黄岩、建勇、副议员黄议员殿侯等九位，按理由建请宜兰县卫生局停止裁撤卫生所药局，以方便就医民众取药，办法请慎重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邱岩、嘉靖、副议员林叶贤议员等十六位，按理由为顺应殡葬礼仪简化及响应节能减碳，建议本会自即日起不再主动寄送吊祭往生者之挽联，如商家有提出需求时，再予提供，办法请总务处采纳办理。好好好，通过继续。东议员张岩、民华副议员陈进宇议员等七位，按由建请县政府将本县警务人员列为公费流感疫苗优先接种对象，使其产生抵抗力，免于受到流感侵袭，办法请慎重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志宏副议员、前进理议员等十四位，按由宜兰市东港路拓宽工程险恶设施应予美化，以作为宜兰市示范道路，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志宏副议员、由议员祥斗等十六位，按由建请县政府宜兰市文化中心草坪增建地下停车场，以便解民众停车案，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志宏副议员、吴彦宏某等十位，按由宜兰火车站前增设机车停车场，方便民众使用，避免违规停车乱象，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志宏副议员、杨彦顺木等十四位，按由因应台商归宜返乡新建厂房所需，建请放宽本县工业用地建蔽地、容积率，以利招商及增加县民就业机会，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志宏副议员、张岩、民华等十四位，按由为应复合式灾害发生，增设紧消救灾设备及加强人员训练，以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严林义贤、林叶贤议员、副议员林志宏议员等十位，按由准交通部长贺成旦表示不建北宜直线铁路，其个人沿路不应凌驾国家发展人民需求之上，且漠视地方经建发展及地方民貌需求，请县政府向县政府表达强烈抗议，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林烈前议员、副议员林志宏议员等十六位，按由日本之意扩张经济海域，以公海强行扩压我渔船，我政府应坚守冲之岛、世交辉岛之立场，向日本政府表达谴责及抗议，以捍卫移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中华民国国国尊严，办法请本会转请总统府及行政院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陈立言、汉中副议员黄义仪议员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近视全面推动国中小学城市教育向下扎根，以培养宜兰县国中小学林驾驭科技的实力，更起使宜兰县学子能在资讯领域赢得起跑点，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岩陈立言、汉中副议员黄义仪议员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督促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工程师政府汰换迁管工程，应严格要求汰换之旧迁管全面清除，以避免迁毒污染土壤，造成环境公害，影响县民身心健康，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议员陈立言、汉中副议员黄义仪议员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主动积极针对县内土壤异化浅土区域内1985年5月1日前建造之四楼以上老旧楼集合式住宅，全面进行老旧住宅耐震评估鉴检，并全额补助评估费用，以了解建筑结构安全及耐震能力，提供住户作为房屋补强或重建之参考，确保县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陈立言、汉中，众议员陈立言、汉中副议员黄岩、议员等七位，
案由建警宜兰县政府协调联合有线电视公司，对于县内弱势家庭中低收入户装机及收视予以打折优惠，以落实有线电视公司公益回馈，维护中低收入收视权利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议人陈立言、汉中、吴怡仁、黄怡仁、易怡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以信其权，积极全面检测及试建县内各主次要和普通火砖及区域排水系统，也需以防患维护，以防患水患，以防水患维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议人陈立言、汉中、吴怡仁、黄怡仁、易怡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协调联合有线电公司，对收视物装置之电视室位和第一台免费装置第二台以上，每台收费250元，应以打折优惠，以落实有线电视公益回馈，维护收视户权利，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动议人陈议员、汉中、副议员、黄议员、易议等七位，按由建请宜兰县政府积极规划国五道。国五连接各乡镇之立体化快速道路建设之可行性，以解决县内交通拥挤之窘境，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延，陈议长文昌、副议长陈议员郑南等20位，按由为使扁会各次大会议事录执行事项之询答内容及标的更为精致简明，而议裁请同意。就议员口头执行及被执行人答复之文字记录，改以记录提要事项方式予以登载呈现，不在这直至直记之议文，并以提供议员即答询画面之影音版光碟为指责，以利于及时对照及查阅，彰显议员问政实况之真实性与临场感，提升议事录发行之时效与功能。办法请大会同意后交议事主办。好好同意了哈，好通过。继续动议，动议人陈议员、洪喜、副议员、黄议员、电和等10位，按由请县政府加强对涉肉品食材稽查及抽验频率工作，并坚决维持瘦肉精零检出之标准，以杜绝问题肉品流入市面，确保乡亲健康安全无疑。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继续，东议员，陈议员洪喜、吴议员邱林，办法，按由建请县政府修正宜兰县区域性垃圾资源回收焚化厂营运阶段提供回馈金自治条例，应纳入罗东镇新群、罗庄、东安等里播放范围，以提升当地生活品质，确保居民身心健康。办法，请县政府采纳办理。好，通过继续。以上。我哈，好，多谢大家了哈。早起的议程，咱拢已经进行完毕了哈。多谢大家辛苦。下晡两点半进行县长施政总报告。多谢哈，好，多谢大家，散会。